Hello， 大家好，今集我来到英国 Sutton。 在网上有人说 Sutton 是自曼彻斯特之后第二个移民热点，而近年亦有很多香港家庭移居了来这里，所以 Sutton 亦有小香港之称。在这集我会跟大家看看 Sutton 的环境、交通、学校、楼价。请你们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给个 like 和 share 这条片啊。 Sutton 位于伦敦的西南面，由伦敦市中心揸车去大约要一个半小时。在 Sutton 坐火车出伦敦非常方便，成日都有很多班次出伦敦，包括火车大站 Victoria、London Bridge 和 King's Crossing Pancras， 大约半个钟就到，而且亦都可以用 Oyster Card 来给钱，非常之方便。除了出伦敦方便之外，Sutton 另外一个吸引之处就是它的学校了。这一间 Sutton Grammar School 非常之出名，是要考入去的一间男校，它正正是位于市中心 High Street 隔离，每年都有超过2000人报考入读中一，来到争135个学位。 Sutton 的 Grammar School 特别多，除了 Sutton Grammar School 之外，还有同样是男校的 Wilson's Grammar School、 Wellington County Grammar School。女校就有 Wellington High School for Girls 和 Nonsuch High School for Girls， 而是 Outstanding 但是又不用考入去的政府小学和中学也有很多。在 Sutton Grammar School 对面就会见到这个 Manor Park 公园，它位于在 Sutton 市中心的旁边，里面有咖啡室和游乐场。我们现在就去行下，今天天气非常之好，有成20度，所以呢公园都很多人出来坐，还有个大的噴水池好靚喎，跟住仲有個遊樂場俾小朋友打毽抽啦，蛇滑梯。呢個就係 Sutton 嘅 High Street 啦，喺 Manor Park 或者 Sutton Grammar School 行過嚟都唔使5分鐘就到啦。这条街就进驻了很多英国品牌和商店，例如卖天然产品的 Holland & Barrett， 和卖日用品和有药房的 Superdrug， 还有一间大的 Marks & Spencer 玛莎百货，和卖时装的 H&M， 眼镜铺 Fashion Express， 手机店 Vodafone， 书店 Waterstones， 还有英国的10元店 Poundland。 这条 High Street 还有超市 Morrison's，在街尾就有 Asta， 珍珠奶茶店都有几间啊。今日天气非常之好，有20度，所以几多人排队买雪糕。呢度梗系唔少得快餐店 McDonald's， 仲有 KFC 同 Burger King 添。好耐冇见嘅 Wendy's 都喺度见到喎。呢度亦都有亚洲菜选择，呢一间系食日式快餐。同埋呢间食中餐嘅老地方，行完街之后我就会入去食。我啲小朋友最中意喺度买生日蛋糕，佢系一间蛋糕连锁店，伦敦都有好多间。佢标榜佢嘅蛋糕系冇用鸡蛋做嘅。我小朋友中意佢咧，系觉得佢啲蛋糕好好味，唔会太多 cream， 而且蛋糕好有质感。行行下仲见到呢间中国超市，叫佳和超市添。呢度又有另一间珍珠奶茶啦。英国最大的连锁药妆店 Boots 都在这里有一间很大的分店。这里有一间泰国餐馆 Pad Thai， 又有一间银行 Halifax， 这里有一间日本餐 Japanese food。 在这条 High Street 上面集中了各大银行，有 HSBC、 NatWest、 Halifax、 Nationwide、 Santander，仲有间 Lloyds、 Metro Bank 同埋 Barclay Bank 添，真系非常之方便啊！喺 High Street 上边有两个 Shopping Centre， St Nicholas 同埋 Times Square。Times Square 比较细，我觉得入边冇乜 shop。运动用品连锁店 Sports Direct 就喺入边。不如我哋入去 St Nicholas 购物中心度行下。St Nicholas 嘅 Shopping Centre 有几层噶喎？呢度。好似好空咁，星期日呢度有电器铺，又有卖家私嘅，同埋玩具店。楼上仲有一间好大嘅 Primark 添，半价本来14磅，而家7磅。
仲有蓝色。呢啲裤系8磅一条嘅，呢个14磅呢个 style， 呢啲9磅。呢件干湿褛32磅，仲有白色，仲有呢个30磅，因为姜皮咁啊呢个。呢件卫衣系 Disney 嘅，几多钱啊？9磅喎。呢度就有个地图喎，不如我哋睇下我哋喺边先。头先咧，我就喺呢度 Sutton Grammar School for Boys 咁样行过嚟，咁就穿过佢呢个市中心咧。有两个大嘅 shopping centre， 呢个就系 Times Square， 咁样再穿出嚟，咁我就行到街尾啦，然之后就入咗 St. Nicholas Square， 唔系 St. Nicholas Shopping Centre， 咁咧就去咗 Primark 嗰度买嘢。咁而家一路行到 High Street 啦，呢条就系 High Street， 我而家身处于呢、这个就系 You Are Here， 我就喺呢一度啦。咁咧可以见到 Sutton 嗰度咧，亦都有间 B&Q 啦，呢度咁就有个大嘅超市 Morrisons 啦，有个图书馆，有个 Cinema 啦 ，Post Office 又有啦 ，Marks and Spencer 头先经过啦。咁我而家咧就咁样饮一路行去，我谂住咁样一路行到去火车站。咁都好近，即係成個 Sutton 都好方便，好集中啊！仲有呢、这、一個好大嘅喺 Sutton 一個好大嘅公園 Manor Park。喺 High Street 一路行落去，就會去到 Sutton 嘅火車站。呢度就係 Sutton 嘅火車站啦，睇下入邊去好多倫敦嘅地方啊，嚟 London St. Pancras 啦、Streatham、Tooting、Tower Hill、London Victoria、Walden。Wellington 就係 Sutton 附近嘅鎮仔 ，West Croydon 啦、温布頓都去，所以出倫敦非常之方便。喺 Sutton 咧，搭火車去倫敦好方便喎，去任何倫敦嘅火車站咧，單程就係7.70磅，去邊一度落車都得喺倫敦嘅。咁如果即日來回咧，就係13.90磅。就係 day ticket， 呢個13.90磅，佢係去 any London terminals 嘅 ，any time day return 即日來回，成人一位就13.90磅，13.90磅，細路仔幾錢啊？細路仔，哦細路仔咧，我細路仔就6.95磅，5歲至15歲，可以用 Oyster 卡嚟俾錢喎。Croydon 就3.10磅，温布顿4.6磅。喺 Sutton 火车站后面有好多新建成嘅住宅大厦。呢度就系火车站隔篱市中心隔篱嘅 Sutton Court， 睇下佢哋卖紧几多钱。呢一个 flat 只有一个睡房同一个厕所，要26万英镑。喺 Sutton Court 对面就系有香港人大厦之称嘅 Well House。喺网上话呢度住咗超过200个嚟自香港嘅家庭。头先喺 Sutton High Street 行街嘅时候，我都经常见到嚟自香港嘅家庭。好有親切感。呢一棟喺 Well House 隔離嘅 Sienna House 住宅大廈，成棟都係出租嘅，冇得買嘅，有1、2、3房可以出租。而家我就行翻嚟呢一間 The Place 老地方度食嘢啦。佢嘅蘭州拉麵係即場手打嘅。佢呢度有小菜、烧味、点心、炒粉面、炒饭、兰州拉面、汤面。呢度仲有好多
飲品喎、啊，港式奶茶鴛鴦，港式檸茶阿華田好立克，蜂蜜柚子茶，豆漿又有，仲有中國茶啦，1磅81位，汽水 coffee。呢個14磅50嘅福建炒飯好足料，裏面有好多海鮮、魷魚蝦、鴨肉、蔬菜粒同埋雲耳。呢個帶子餃真係餡料十足，入面嘅蝦肉好爽口。小籠包佢喺門口咧有專人喺度做呢啲小籠包喎。即係幾正嘅。即刻包喎，即係要即包。對。係粒新鮮喎。呢個就係4磅70嘅百香果益力多，裏面係由 passion fruit、益力多同埋乳酪整成嘅。呢個蜂蜜柚子茶咧，好香嘅蜂蜜味啦、蜜糖味啦，同埋咧又有啲檸檬味，好似有啲檸檬味咁喎。我就覺得都係有啲柚子嘅感覺嘅，即係整體嚟講都好舒服飲落去。呢個就係凍玻璃，嗰三個蒸都好飲，但係咧個凍豆漿咧就唔係幾得，太稀。太多太似水，冇乜味。個仔話覺得太淡，好似飲水咁。牛肉拉麵，蘭州拉麵嚟喎。呢個就係蘭州牛腩拉麵啦，好香啊，同埋個湯底好濃喎。咧，哇！啲麵好靚，蘭州拉麵咧好味喎，啲麵好煙韌喎，同埋個湯底都好正。個湯底好濃，加啲牛腩先。牛腩，啲牛腩都好腍，同埋好入味。一位熟悉塞藤樓市嘅朋友同我講，塞藤近年嘅樓價同埋租值都升咗好多。一間三房屋以前30幾萬英磅就可以買到啦。而家冇50萬都买唔到，而且只可以系排屋。如果要半独立或者独立嘅，起码要60-70萬英磅。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多谢你哋收睇。如果你哋未订阅嘅，请你哋订阅我个频道，俾个 like 同埋 share 呢条片啊！